照相的，它里面那个老板的那材质，不知道是啥材质有问题，我也不太懂这些啊，就是看着就跟上面打了一束一束的，对对对，甚至有些可能是上面是偏暖色，下面冷色的呢。我也说不好，包括咱们这个机器啊，就看国内那些旧品，全是基本上每个台机器。